好，现在不拖延时间，我们的今天的大城堡华裔国际讲演会的评论比赛即将开始，就有请今天的特约讲员张志成。张志强。第一次见面的朋友，自我介绍，我姓张，名志强。首先，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每一天从早上到晚上，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做三件事，请问你们知道是什么吗？小便、刷牙、刷牙、小便。OK， 其实是这样的：第一件事必须要做的是吃早餐。第二件需要做的是吃午餐。那第三件，各位聪明的朋友，第三件是什么？吃晚餐。吃晚餐，非常聪明，给自己一个热烈的掌声。其实成为一个企业家也是一样的，有三件事情是必须要懂的。不管你今天是否是企业家，或者将来的企业家，或者你是从事行销这一门行业的，这三件简单的事情，假如你可以听得进去，你可以好好用它，我向你保证，今天我的这个评论对你受惠无穷了，好吗？好。OK， 第一件事，企业家需要拥有、需要懂的，就是要拥有好像孔明的智慧，他的多知多谋以及创新的能力。在2500年前、刘备、曹操以及这个孙权天天都在打仗，天天这个诸葛亮都需要想很多新的花招方式来怎样让这个刘备可以继续的赢下去，对吗？但目前现代生活，我们很多行业企业都是每天在打仗，因为很多非常多的这个竞争对手，花样一直在创新的，也是一样，好像是在打仗做。所以我想在这里考验一下大家，假如今天你们在这里开了一间店，是卖书，比如讲卖书的，这间店你的生意非常的好，但是下个礼拜在你隔壁，刚刚好你的隔壁就开了一间比你更大好几倍的书店，比如讲 MBH Bookstore， 那什么事情会发生呢？你们觉得它的状况会一点点好像说？你是一只小鱼，那在隔壁站了一只大白鲨的感觉，对吗？所以是非常有危机的。那突然间，在不多久，在你的右手边，另外一边又开了另外一家更大间的这个书店，叫做 Popular。OK， 你被夹在中间，旁边两个大公司，然后就好像大鱼跟大鱼在打架，那你属于的小鱼会跑去哪里了？不见了，对不对 ？OK，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请问有什么方法把这个诸葛亮、孔明这个多智多谋的方式来应用在这个生意上，这里呢？你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呢 ？OK， 所以其实假如动动一些小脑筋，我们可以把这个你的店小脑筋的店那个招牌改掉，放。Main entrance 就是进的，对吗？说不管你过后有没有成功，但是肯定了第一炮、第一战你已经赢了，这个是多智多谋了。那第二个必须要懂的企业家懂的这些资讯知识，就是要应用这个倍增的能量。倍增的能量非常的重要。假如你们不能。过后有可能不能记得，请你记得这个 casino 就是赌场安格里果龙的故事啊，我比较喜欢叫安格里果龙，虽然他不在了。这听说安格里果龙呢，他有4000个员工，OK， 他4000个员工，每一个员工一个小时最少帮他赚了10块，那他一个小时就赚到多少钱呢？赚了40000哦，对吗？对。假如一天你8个小时，一天
林国栋啊，他就赚了320千哦。假如万一不小心这些员工帮他做打工3天呢，他就赚了960千哦。你看到吗？在这个行业，在这个事，这个现实中，有几个行业啊，3天可以赚960千？这个就是倍增的力量啊，朋友，倍增的力量非常重要的。但是我想再问问大家，在我们成为中小型企业，还没有像这么有钱，公司规模还没有这么大，要聘请这么多的员工，我们是否有方法用这个倍增的力量吗？有吗？有谁懂吗？其实的确是有的。我们思考一下，网际网络就是可以让我们用倍增的力量。为什么呢？我哪个地方？比如讲，在以前或者在这里布加拉么有一个杂货店，你的杂货店的生意只能做到布加拉么罢了。但是假如你再多开几个分行，有可能卷整个吉隆坡，或者再庞大的话，整个马来西亚。不过，假如通过网际网络，你的生意可以做到全世界。想象一下，假如全世界你只是卖一支那个刷牙的牙膏，是吧？所以刷牙的牙膏，全世界每一个人都买一支吧，你赚翻了。这个就是可以突破这个倍增的力量。好吗？在这里可以接受吗？可以，掌声鼓励一下。必须要懂的就是如何应用你现有手上的这个资源，顾客网路群啊，就是等于讲怎样讲呢？我们做的生意，这个顾客网路群不断的增加，你没有把它 recycle， 就是再用回。比如讲麦当劳，我们去找买东西，麦当劳我们要 order 订了这个炸鸡啊。汉堡包，他时常会问你，先生，请问你要不要把它加大呢？或者你要不要另外加薯条呢？你这样只是单单这个自己这一句话罢了，全世界啊的麦当劳的营业额就增加了10%，这个是非常有根据的，你们可以在 Google Search 的 ，OK， 就是把应用你们的顾客群啊，网络群，或者你是否有试过你买汽车？新的汽车，然后那些汽车人会告诉你，你是否要增加配件啊，或者你带的配件等等啊，就是这样方法。好，所以我在这里想跟大家挑战一下，就是说，假如这三个重点你们拿去用，一个月过后尝试，你再来告诉我你们效果是怎么样。这个是我从巴生带来给大家第一次的见面会，好，所以我要分享就到此如此，谢谢大家。谢谢。